颁奖典礼由全国书画学会理事长马瑟华致辞开幕之后，请国际关系研究所主任唐立武博士主持颁奖。五位得奖人是国画欧豪年、油画潘朝森、水彩画徐乐群、版画邱英、装饰画梁云坡，他们分别都获得金爵奖一座。这项金爵奖是专为了埋头苦修、不计名利也不愿自行申请奖励的优秀画家和理论家而设的，以不记名的投票方式进行选择。